大家好，这里是诗音琴行，我是蒋胜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诗音琴行乐器试听。我们只做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Gibson Custom Shop 1964的黄金年份复刻。吉普森 SG 诞生于1961年，虽然61SG 很经典，但是1964年的 SG 也是同样经典，深受克莱普顿的喜爱。2020年，吉普森 Custom Shop 部门重新复刻了带摇把款的 1964SG， 琴颈轮廓有所改良，有点类似于 R9。 不变的是经典外观与音色，得益于制琴工匠们对于细节的把控才能精准复刻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琴的配置。这款琴的琴体木材采用的是一整块的轻质量桃花心木，琴体漆面采用的是消极漆，琴颈木材采用的是桃花心木，指板木材采用的是印度玫瑰木，琴颈轮廓是64年中等厚度的 C 型，品数是22品，指板采用的是经典梯形的镶嵌，琴桥采用的是 ABR 的琴桥，调音旋钮采用的是 Closen 双环式的调音旋钮，拾音器采用的是 Kastenberger Anico 三代，颤音系统采用的是经典 Mastro Regola 的颤音系统，控制旋钮有三档拾音器切换，两个音量旋钮和两个音色亮度旋钮。那么这款琴出厂还会配备一个高端的原装琴盒。那么以上呢就是对这款 Gibson Custom Shop 1964SG 黄金年份复刻的介绍了，希望能给荧幕前面的你们带来一定的帮助。这里是诗音琴行，我是蒋胜，我们只做有品质保障的品牌乐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